今年高雅丽的关怀中心中岛用餐时间只剩着两三位长辈在这里吃便当，原先这里吃饭时间至少咱有一二十个来做伙吃。最近因为讲武汉肺炎的关系，用餐改做为发便当，人就变少了。哦，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阮就开始怎啊改讲吼，每一个阿公阿嬷因拢家己出来领便当，回去厝吃，较袂群聚嘛吼。当然这是短时间，若等到已经疫情完全拢无这疫情的时阵，我嘛是希望因大家拢是踮伫阮的社区内底做伙食饭，安尼才会顾到这个老人。李长表示讲，社区长辈用餐已经办了几日冬，服务人数大约是数十人。为了防疫，将用餐改作为便当，一个人一个便当，家己食会当避免着感染。至于讲这個便当的菜式嘛，是甲用餐同款澎湃。多数这個菜数拢是有人缴付，只有少数爱开钱来买。阮家人吼，目前阮社区内底吼，拢有人家己种的菜，吼，这的种的菜，啊因嘛食袂起啊。啊，因知影讲咱社区有咧办这个共餐，啊，所以因拢会准备，吼、哦，因今日有啥物菜，吼、哦，啊，拢会轮流，因为足侪人嘛，啊嘛有一挂人吼，因、哦、是毋是阮社区的人，啊，因嘛拢会摕菜来，亲像今仔日，吼、哦，啊有一个咸水吼，足新鲜的吼，因种的卜啊足侪，啊因嘛食袂起，啊因就送来互阮安个通个煮安尼。因为了看到将近六十个便当，社区的志工十点外就开始来看，十一点外包完着便当，但了小道真侪长辈来遮客便当了，要伫关怀古店来遮，就会早倒去厝来遮。李理事长讲，希望疫情赶紧来过去，安尼关怀中心的老嘅共产卫兵，该当阁有机会来出现。南平新闻台以下新闻采访报道。